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大家好，这里是禅语，禅语伴您聆听佛音，平息烦恼，安顿身心。在佛法的教义中，对于世人的过错行为，历来是持一种不怕犯错，就怕犯错之后而不肯悔改的观点，所以从来就没有要求人们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才能学习佛法的观点。如果人们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了，那也就没有必要学习佛法了。生而为人，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学习的过程。人生的智慧是学而知之，不是生而知之，如此才能让自己逐渐的智慧圆满而成熟。既然如此，那便不可能无过，有过也不打紧，关键是有过之后要能及时知悔。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必改，善莫大焉。在佛祖为我们大众所说的诸般经典之中，也一再地强调说，即使是犯下了滔天大罪，该受无间地狱之苦果的人，只要能真心忏悔，用佛法之水来灭却无边罪业，也可以借由忏悔之力而超脱苦海，得入清净菩提之门。为了使众生能灭却烦恼罪业，使妨碍众生成就佛道的障道因缘都消除，佛祖为众生广说各种忏悔法门，使众生都能因忏悔之力而灭三世之罪，获得三业清净之果。在佛教中有很多的忏悔法门，都是佛祖因应众生的不同根器而随机演教所说的方便之法，有有相忏悔和无相忏悔之分，因仪轨和方法又有大忏、小忏、心念忏等不同，形式或有不同，其目的则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帮助众生消除障道因缘。今天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以下功德殊胜的四大忏悔法门，因为这是人们所常用的忏悔之法，而且法简效宏，可以方便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实行。一是以戒律门求忏悔。戒律为成就佛法之根本，以戒为师，如于佛常随，可以成就无上佛道。所以即使只持受最根本的杀盗淫妄酒这五个大戒，也可以防非止恶而灭却无穷罪业，就更不用说受持全部的戒律了。有过之人以戒律为忏悔法门，可以防止自己再去犯错，一念清净即可断绝烦恼而灭却无量罪业。二是以功德门求忏悔。功德就是犯过之人从心中升起忏悔之心后，以悔过赎罪之心去行布施、行善以利益他人的行为为积功德为目的，希望能借此由行善之功德来挽回和减少自己的过错的影响。以功德门求忏悔，其难处在于长久的坚持，一生反复之心，需要坚定自己的心性，不可半途而废。三是从做法忏求忏悔。做法忏就是即由礼拜、迁移之形式来忏悔业障，如大悲忏就是念大悲咒，并且要磕很多头来进行忏悔自己曾经所犯的罪过，这种需要借由佛菩萨这些外在的力量来忏悔的。虽然说也能去恶从善，但在恶业消除上可能无法彻底解决。这个做法忏求忏悔法门和以观想佛菩萨的光明相好而使身心清净的以观想忏来忏悔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犯错众生能不生怠心而坚持到底，当然也能获得忏悔的功德之力而圆满自己的修行。
似是以无声门求忏悔。罪业从事相而言，而造作就有罪，但是从离体而言，罪性本空，所以众生之所以有罪业，是因为我们的妄想分别之心所造作而成。无声门就是从自性上去认识罪业本空而所行的无相忏悔之道，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什么是无相忏悔呢？就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心念在自性中所进行的忏悔行为。因为心既是佛，佛在自性之中，所以忏悔也无法离开自性。而自性本来就是空而无相的，所以是无相忏悔。只有无相忏悔，才能真正的明心见性，而了脱生死，才能更加彻底的使我们获得解脱，而使一切罪业都得消灭，烦恼不再复起，而得见清净本来之真如佛性。事实上，学佛的人不管修学什么样的圣道，必须先以忏悔消除自己的业障，业障不除，学佛修行就无从谈起。一位朋友谈他学佛的感受时，说他本以为学佛就是多做善事，帮助别人，后来才明白，学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忏悔自己过往的恶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朋友说起他刚参加工作时，曾经经历的一件事情。那时候，他和另外三个年轻人一同住在一间集体宿舍里，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小丁，由于父母都是高干，家庭比较好，常常在举止言谈间流露出优越感。朋友的父母都是清洁工，小丁常常嘲笑他，朋友不免心中对小丁生出一些不满情，总想挫一挫他的嚣张气焰。有一次刚发了工资，朋友打算去给父母买点保健品寄回家，走到半路上发现手机没带，于是返回宿舍。当时宿舍里没有人，朋友在拿了手机后意外地发现同宿舍小陈的钱包就掉在他的床下面。他捡起钱包，发现小陈刚领的工资全在里面，他随即就把钱包放回了小陈的床上。当他准备锁门时，看见小丁挂在墙上的照片，顿时勾起以往的怨气，他便把小陈的钱包塞进了小丁没有上锁的衣柜里，然后离开了。朋友说这事在他心底里沉淀了十多年，一直忘不掉，眼前还时常会浮现出小丁被冤枉盗窃时的那种愤怒的表情。他也一直没再和小丁联系过，即使有人提起小丁，他也总是岔开话题或者借故离开。朋友说他感到愧疚的就是他的良心。他在学佛之后接触到了忏悔法门之后，觉得找到了可以让良心安稳的药方一样，忏悔他对小丁所造成的伤害。后来他鼓足勇气通过朋友联系到小丁，在电话里说起往事时，小丁沉默了许久说，当时我也猜到可能是你在陷害我，不过我也反思了原因，是我先瞧不起你，你才会这样对我，这就叫一报还一报，也算是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了。朋友说后来又和小丁见了几次面，得知他生活的还好，事业也做得不错，心中的愧疚也释怀了不少。至此他在生活中谨言慎行，再不敢造作恶业。忏悔梵语为忏摩，意义忍，回往不要生气责怪，对曾做过的事情非常后悔。我们以前所造作恶业，当果报来临时，种种的业障会阻碍我们生命的正常形成，干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困顿于障碍，痛苦不堪。我们必须以真诚的忏悔来破除业障的困扰，以使身心恢复到健康状态，继续修学佛法。忏悔是非常殊胜的，不但可以清净身心，摄护六根，还可以引导我们除暗向明，达到解脱的彼岸。
历代的祖师大德们有很多精进勇猛，忏悔业障，并且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资门宗行录》中记载，南北朝有位崇法师，在28岁时遇到一位很有道行的人，对他说：“你到40岁时寿命尽了，无法躲避。如果能够至诚求佛加持，忏悔以往的恶业，或许还有活命的希望。”崇法师听了这话，自己照镜子一看，果然看见自己面带黑气，十分晦暗。于是他变卖衣钵，购买贡品，向东去到海盐光兴寺，闭门礼谦，谢绝一切应酬，也不同别人往来。崇法师礼忏非常用心，白天常常忘记吃饭和休息，夜间也不脱衣服。到他40岁那年除夕夜里，崇法师忽然觉得两耳肿痛，于是礼忏得更加诚心。快到40时，他突然听见门外有人说：“你死亡的业果已经消了。”他立刻打开门，却什么也没看见。第二天早上起床，崇法师照镜子时，发现自己脸上的黑气已经全部消除，两耳生长出硬骨。至此，崇法师礼佛拜忏更加用心。他平时礼佛要拜100拜，后来生病不能下床时，仍在床上按时叩头100次，恭敬诚恳。崇法师延长了34年的寿命，一直活到74岁才寿终。《菜根谭》中有语云：“盖世功德抵不了一个金字，弥天罪过当不得一个悔字。”即是说，犯了错主动忏悔，改过自新，再重的罪业也能消除，清净我们的身心，还可以转变我们不良的命运，脱离恶道，终究成就无上菩提。好了，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禅语陪您聆听佛音，平息烦恼，安顿身心。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请给我点个赞，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咱们下期再见。